欸、真的很可惜耶、欸。同样的祝福拿那么多，但是没办法拿到双重祝福。怪物又回来啦，企图从我手中夺走最强的头衔，你不是已经被抢走了吗？好像谁在意你那个破头衔似的。你不是应该和米特洛斯分享这个头衔吗？你遇到麻烦的事情可都跟他脱离不了关系的、啊。你少在这一头，那个是我恶魔了，你才恶魔嘞。牛头人只是没办法才跟你合作的吧？不过他去找王还蛮尊敬他的、欸。好啊，等一下哦，他们我比较不好瞄准。如果是有在惩罚契约开通的情况之下，他们两只的行动其实是分开的，会比较好打一点点。至少我自己认为啊，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？来，闪好攻击！哦呦呦呦，哎、欸。他血已经一半了，那么可怜。好，牛牛现在，哎呦呦呦呦，哎呀，他哑巴，居然被那个打到了。啊，过去我都会拿冲刺加一嘛，对不对？难怪我觉得这一次怎么闪都好像不是闪得很好，原来是因为这样子哦。哎、欸，太痛了吧！等一下，痛到我真的觉得很夸张哎。而且阿提密斯救援好强哦。哎、欸，不要死哦，不要死哦，不要死哦，拜托一下。周四不死，等下应该就死了啦。我说我。冲刺，赶快去撞一下，有戏。哎、欸，可恶！冲击波，不过根据上次的经验，其实还是有机会能够赢的，不要担心。换一下这个牙齿，牙齿太重要了。然后46稀有等级提升不需要。I'm almost to the top. Check. 来，先赚些钱，这钱超多的。Chaos 的诅咒有点伤哎、欸，为什么有两个一样东西啊？两个是有那个需要吗？最烂的虫虫，那虫还是鱼啊？我来看一下，我们先买一个血量，然后既然波塞冬都来了，就买一个好了，不买白不买。然后受到攻击引。随机这个好了，那我们先去找一下阿提密斯啊。其实我应该先存一下钱，对不对？糟糕，我突然想到这里有机会能够补充死亡藐视的，糟糕糟糕糟糕，吃贼啦！老鼠被杀的速度也太快了吧！好了，终于结束了，血量终于回来了。不然好痛苦哦！来哦，等一下呀，等一下，这个有点烦，我不想再损血了，再损血，等一下。黑帝斯那边你没办法赢啊！哎，但是特殊攻击增强，但是还蛮有感的，攻击力好高哦，然后攻速又快，
好，闪远一点，不要被那个雷射打到哦。他雷射其实有一定的范围在耶。哦，嘟嘟嘟嘟嘟嘟嘟，好可怕！欸，拜托一下，双重，他还是没有，真的是哦，投弹吧。不然下一次开始啊，可能要去查一下到底要怎么拿才能拿到我想要的东西。哎，什么时候有见识了？哎，我拿到什么东西？为什么时候有这个东西啊？我看一下哦，投弹可以追踪敌人，不是啊？哎，刚拿到什么？哎，我什么时候拿到火力支援啦？投弹的时候会以普通攻击命中目标的时候，可以有一个跟踪键。哎哎，什么时候有这个东西的？刚拿的吗？火力支援超强哎，配这个盾是一定要的。看哦，你看打得那么快，然后还有很多只的箭矢可以帮忙助攻一下，太强了吧？这是什么？还是我刚刚拿到的啊？刚我是不是选的太急了？什么都没看到。好强，好恶心哦！强到觉得有点恶心了。好快哦！哦，有300多，我想要先去走一下下个房间呢。我想要走一下加血量的。可以的话，想要先看一下有没有伤人。我真的很需要再补充一次，只有两条命，我有点不敢走到下一关去耶。好痛好痛，不想损血，不想损血，这边损血不划算。小心哦，小心哦，等你结束好。被标记人的攻击力，我的攻击会上升，还是暴击力会提升啊？应该是暴击力会提升。你可以打那么快啊？好恶哦！重点是那个画面很漂亮，有雷电，然后有箭矢，还有盾欸，完全追踪型啊！哦，休息休息，这里有伤人。大家可以看一下到底有没有。来，第二发有大老鼠吗？哦，中毒了，妈妈咪呀！再来呢？还有，还有，还有！呀，这几只土真的有时候会闪不了哎，可能是我自己判断力太慢了啦。去吧。一发直接打下去，有戏。看一下有没有补充的，哦，还是没有哦。那就补血吧，投弹造成的伤害也不需要嘛。对啊，既然都要走了，我们就走完好了。海神的再拿一个。欸，既然两个样子都拿到了，会不会海神其实有机会拿到双重祝福？也不是没有可能。我这样一路斩杀下去好吗？快的有点恶心耶。No way. 哦，是比较大只老鼠哦，这只老鼠不大好打，不会吐毒还会冲刺。欸，它血好多哦，恶心耶，真的。金毛，气秀。哟西，结束了，超快。普通更强，随机数目吧，反正也没有什么东西好拿了。说真的，至少补一下血，拿一些钻石，好像还不错呢。然后剩下升级的我也不想拿了，拿这个。
sign off right here. 莫斯，哎，可以买一个，哎，算了啦。I'll take it. 救援、闪避、神力槽、自动蓄力、移动速度增加好了。救援剑、投弹，哦，上升两阶，哦，刚好可以用到，哎，赞赞赞赞赞。英雄级的特殊攻击可以击退敌人，不要。宙斯好像还比较强哎。等一下，我想一下哦，宙斯是闪电嘛，对不对？宙斯是闪电，宙斯是闪电。雷霆乱舞会比较好吗？好像可以换掉哎。不要好了。难得都已经想要选这个祝福了，就用到底吧。Oh, go。这只怪物唯一的弱点就是这个狗袋，极为有效。反正他只要吃就好了。啊，不过我觉得，如果是王子以外去吃饭了，王子以外的人给他，或许他不会接受也说不定。可能就是单纯爱王子吧。真善良的狗，可爱的狗狗。Out of my damn way.来吧，赶快让我去见一下妈妈。该死的地方，你到底是怎么接受地表的环境的？其实王子还蛮喜欢的啊，他只是没办法在那边长久而已。啊，不是你，都是你啦！干嘛控制我啊？这控制狂！哦，好痛，好痛！小心哦，小心哦，不要被他打到哦！我的冲刺只能冲一次而已。人家就是冥王啊，当然要善用他的全能。全能，不行啊，说全能好像是一个动画的东西。反正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就好了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会瞄准我，打掉，太麻烦了。哦，真的很会瞄准呢，去死！有够会瞄准的，好难打，好难打，好难打！画面太乱了，有时候都看不到他的行动。好，一次先把你打到。哎，居然打不到我啊！打到了，哎，可恶，他闪掉了。黑帝斯好强哦，他居然知道我行动哎。We're not finished。好变态哦，刚那一发应该可以打到说。Enough of this。哦，好可怕，好可怕，差点被打到了。我刚刚好像有闪避到。阿提密斯，你我要累积一下吧，好想要用你的救援哦。我痛了，来喽，打一次。Yoshi。好可怕哦！等一下，感觉有机会再用这阿提密斯的救援，有吗？有机会吗？不确定哎，要不要死嘞？我想再用一次，好像再用一次，用用用用。戳你戳你戳你啊，他快死了啦，不行啦，好可怜哦。欸，我跟你站在一起耶，好像接受你的怀抱一样。没有吧，还有宙斯啊。 Again, I, you. I did it.
超快的，24分钟，很快。Yes， 让这个也解完了，好累哦。然后也没有钓鱼点，可惜。地表的鱼真的很少看到哎、欸，只有上次钓到个鲈鱼而已。这边你看一下哦。I'm here。会不会有钓鱼点呢、啊？钓鱼点呢、啊？没有，等一下，妈妈，等一下，你看一下有没有钓鱼点？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Son, 我想问你，关于你在奥林匹森的亲戚们，你对他们了解有多少呢？我觉得我已经对他们相当了解了。自从我第一次离开父亲的圣殿起，我就一直与雅典娜、宙斯，还有很多的其他神明一直保持联络。在这里的路上，他们一直在帮我。No, Zagreus, what have you done? You've led them here? 哇！他们以为我打算逃出父亲的王国，去奥林匹斯山与他们相聚。至少我觉得他们是这样想的，反正大部分是这样想的。但哈迪斯知道这件事情吗？他知道奥林匹斯的众神也插手了吗？感觉妈妈知道很多东西耶。知道，他和尼克斯都知道。老实说，是尼克斯让我和奥林匹斯众神取得联系的。要不是因为他们的帮助，我绝对没办法逃出冥界。对，尼克斯跟哈迪斯彼此敌视。奥林匹斯的众神在帮助你，而你据你所知，他们并不知道我在这里。是。差不多算是这样子吧。尼克斯跟父亲是什么？看起来只能忍着对方，他们似乎也别无选择。不过自从我得知了你的下落后，尼克斯一直在帮我找你，而父亲呢一直在试图阻止我。That fool， 他之前在想什么？他在想什么呢？你觉得他是想保护我不被他们找到吗？哦不，什么事情？哦，又来！我觉得说不定他以为是在保护你，因为我已经见过奥林匹斯山的亲戚们了。我很明显看得出来，他们对很多事情都有点复仇心切。复仇心切是我们家族的传统，我的儿子。不过，如果奥林匹斯的众神也参与进来了，那很多事情都说得通了。如你所见，我在这里生活，而没有回去和他们在一起。哎，对呀、啊，为什么？看来我们只能下次再谈了。可恶！就要死了。每次来都能够看到一些新鲜的剧情，蛮开心的说。Thank you. 久违的回家。Hey, did you see my brother? He's come back.老塔纳托斯为什么是老啊？他就在这里的某个地方，他一直忙着工作，从来不跟我说话，感觉跟你的父亲一样。他没有啊，他人还蛮好的啊。如果你下定决心的话，随时可以告诉我，小伙子。不过我和你一样也有个问题，他为什么要离开呢？更确切的说，他为什么要离开你？他当时不知道我还活着，听起来像是我出生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尼克斯复活了我。但那个时候母亲已经离开了，而且他们没有人去找她。至于原因，我还在想办法弄清楚。啊，这可真是曲折啊！而且我觉得很多事情就先说得通了。你看，我不是那种擅长思考的人，我相信你一定会慢慢找到答案的。真的是我的老师哎！而且我在你的后面加一个镜子哦。你看阿基里斯很熟吗？杜莎，至少你还能够到处飞，但他却似乎一直被困在那座大厅里。有时候我觉得、他想去的是别的地方。肯定有办法能够帮助他的，王子殿下。他一直对这个圣殿忠心耿耿，在所有的人里面，他也是一定你最真挚的朋友。但他是那种不怎么会解决问题的人，必须得有个人帮助他走出困境。真的是旁观者清耶。假设说我拿到了卡戎的东西，却没有给他钱，之后又在一对一的决战中把他打败了。刚刚哦，你觉得这件事情他会记恨多久？对卡戎来说，所有的一切都是交换。扎哥，如果你之前确实有什么东西没有付过钱的话，那你之所以会来找我这边，恐怕也是因为这个吧。债务要用金钱来还，要么用血来还，要么用最亲近的东西来还。我猜，好可怕哦。
是什么对话、啊、我知道啊，你之前试图束缚我们，越是重新施展他的才华，这是你最近做过比较有用的事情。没礼貌。虽然我不敢肯定，但你刚才的话里面是不是有带一点赞美的意思呢？好像有哦，傲娇。我确定你的油嘴滑舌肯定能够带他带来非常多的创意灵感。Your methods didn't seem to do the trick. I shall keep singing of your praises far and wide. 好多人哦。你是否曾经有迫切地想要找出案件中卷宗，看看我们的宫廷乐师出于什么原因要在这个圣殿里面永远被奴役，而且他和心爱的缪斯分隔两地？我在想，你有没有办法补救？我们的宫廷乐师给这个地方带来了安宁，我的孩子。不过，当你在什么卡泽派欧米阿区大写贝塔文件夹找到他的案件卷宗，你会发现他所受的惩罚相对于其他的犯下的错误来说过于严酷。好复杂哦。什么？Omega？去看一下好了，应该在这里吧。这里。有一封老旧的文档，其中一个有特殊的契约。这份契约由某个当时还在世的音乐家签署，他试图将自己的妻子从死亡中拯救出来，但徒劳无功。原来是这样子啊，都不知道他有这种过去、欸。所以他被受困于这边，事实上，哎、欸，怎么了？事实上是为了他救他的缪斯吧。Megara, I have to ask you something. 我想问你一件事情，可以吗？我们确实得谈谈。首先，我觉得你是对的，不过我有点好奇，你觉得我们需要谈什么东西？都是过去式了，不是吗？不对，哎呦，至少我觉得这样。难道就没有其他的办法让我们一起处理好这些事情吗？你就不管过去，不管现在吗？这会有什么样的结果，扎格利欧斯？也许你可以成功逃离这个地方，但要是你失败了呢？你想过后果吗？我还没有想到那么多啊，但我觉得这也不是唯一的结局吧。我不恨你，对你我怎么也恨不起来。除了对你的最美好的祝愿，抱歉，我没办法和你说同样的话。你看，我现在正处于职业生涯的艰难转折点，我现在需要把心思放在工作上，明白了吗？ I think so. 好复杂，你看这个话又变了、欸。Morpheus got on the board. 他在上面呢、欸。Something smells good.来吧，换一些宝石，也没有换到多少，但至少我们可以跟承包商问一下。哪里？哎呦喂，哎呦喂，三个钻石而已，可以换吗？不行，太贵了。三个钻石就可以换嘞，等一下要30个嘛，对不对？30个好像还是不够，怎么办？好想要换哦！啊，看来现在是没办法啦，可恶，还需要再打2次哦。2个琴好了，你也不会因此变得更厉害。What do the three fates have in mind？ 这个已经快要结束了。承包商合作的翻新休息室啊，对啊，我去翻新一下，忘记了。休息室还差什么东西啊？还蛮多的哎、OK, 太贵了吧？那一个居家温馨的感觉吧，可能对我来说是需要的。Let's do it. Should make the climate in the lounge a bit more comfortable for some of us. 意外的很大。然后我们再买一个比较有趣的地毯好了。地毯我们都还没有机会换掉哎、欸，啊是中间那个小片的吗？哦，漂亮。然后呢，最关键的一个地方，就是要跟我们的 Skelly 讲一下话。
耶利在上次已经解锁到剩下三个星了，所以应该还可以送你东西。天哪，是要送这个东西？我知道你拿到了全部的报酬，你的线人应该也知道你出色地完成任务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要把这个给你。给的东西也太贵了吧，煎酒欸，我做梦也想不到我是能够拿到这样的东西。毕竟在这里我算什么呢？但是我希望能够收下这个，它象征了我们的友谊。 Oh my god， 来了来了来了，而且没准得你什么时候会需要用到。哟西，真的是这一个欸，赶快来看一下，赶快来看一下。第四季终于解开一个了。 Oh my god，要花这个东西哦，还要升级哦，是升级品哦。哎，这个是什么效果啊？召唤一块盟友，该盟友拥有250的生命值，会嘲讽敌人攻击自身，直到死亡为止。按 L2 就可以向朋友救援，每个遭遇战先用一次，每次逃脱最多只能用一次而已，太少了吧？我想试一次哦，来。啊，不行用，应该是召唤你吧，来吧。啊，对不起，没有打你啦。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终于拿到第一个，那个叫什么？好感度最高的奖励了。下一次呢，打算再用这个盾挑战更高的惩罚系列，这太强啦！而且跟我想象中拿的有一点点不一样，但希望下次能够补到啦。好的，那今天的影片在这边告一个段落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